我跟你讲吼，今日介绍这个王华南先生吼，来跟咱讲台语。啊，王华南我是安怎甲熟识？哦，是到这段哦，真奇葩。我吼，我伫写台湾历史吼，佮刷落去点一份刷落去，我讲台湾历史嘛吼。我写台湾历史的时阵吼，逐日拢爱走图书馆，啊去编书，啊抄东抄西吼，啊抄着伊的书。哦，啊，抄到伊个字嘛唔知影，哦，啊，抄咧，啊，都，哦，台语的来咯，等等啊，我囥的迄个荷兰时代吼，台语的由来啊，个囥。啊，有一日在中山教会，嗯，安尼拄到一个王华人，哦，欸，我就抄伊个字嘛，我丢啊，你抄我个呀，啊，哦，我。但是我抄人的书，我一定讲，这出处是位多来的啦，来源啦吼。啊，结果呢，两个讲来，我拢大大小小的毕业吼，伊帮我交改，吼，啊，佫安尼就中同学啦吼。啊，即马伫我这个网络教会内底有开一个专栏，吼，专门咧教台语吼，吼，啊，头前是人个迄落台语个骨啊排。啊，会就互相不太能容忍啦吼，啊会讲来讲去啦，啊但是吼，渐渐迄个声都无去啦，哦，啊今日咱来听伊讲台语，哦啊今日我看到一早出资来吼，爱讲台语，爱讲台语五千年，哦，即有加 CD 啦，哦伊即在春山本人了吼，因为李亚国先，啊即200啦吼。啊，即伊大兄嘛是一个在住吼，为着咱乡村的台湾的乡村的地图啦吼，啊，咱即摆来那小蛋下课吼，再来给采讲一下吼，咱即摆开始来。电视。今日。请坐。啊，各位先辈，各位先弟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啊，我迄个吼，小可会通讲口，毋是讲真专家，吼。啊，我本身就是讲除了即个咱普通的语言以外，啊，因为我的妈妈是日本时代老师啦，吼，所以日语是我的母语的一部分啦。哦，啊，另外一部分的母语是阮爸爸的英语，哦，因为阮爸爸是踮这个青山学院毕业的，哦，日本的青山学院的贵族学校，哦，啊，所以细汉时有这个环境，啊，所以就是讲对这个语言啊、甲文字呢，有这个就是讲真强烈的追求。啊，我本身是原来是咧这个华南闽南，所以我的名就是因为我的爸爸。我出生的时阵，都阮爸爸做华人闽南经理，啊，所以好这个名。哦，啊，阮哥哥那号是华东的，伊在东京出世，哦，啊，所以叫个东字，哦，啊，伊在美国。啊，我这个就是讲，闽南退休了后，啊，因为都七八年前教无有这个考试，考这个乡土语言老师啦，哦，啊，我今年就是退休了，那么做这个。国民小学、国民小学的一个乡土的老师了，哦，本人是真介绍，哦，诶，书文扫地无多，哦，因为政治的关系。啊，除了这以外，我大部分时间就是咧研究这台语，哦，啊，所以我今日是讲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切入咱这主题就是讲，要来甲各位来分享，哦，那我顺便介绍讲，这个咱所谓讲这个客家，哦，客家的这个由来。哦，啊有客家话了后，才有咱即所讲的即个北京话，哦，就是讲一般人讲的固定的是都北京话，哦，所以就是讲我，啊就是讲我会阁留一寡时间，哦，如果恁有啥物问题，哦，还是有一寡啥物啊爱就是讲特别吼，爱还是着今日时间真短，哦，啊所以就是讲啊，你即短短时间吼，哦，我是做一个真安尼，他便做一个简略。的这个介绍，啊，一开始就是讲，
大家有咧讲讲，哎、欸，啊，有人讲啊，台语哪有五千？其实咱知影，目前世界咧研究这语言吼，啊，世界语言相关的记录应该有一万几种，但是现准时吼，就是超过一千人的，那超一千人以下还拢无算，超过一千人的语言，吼、哦，要有人用是超过三千。但是到二十一世纪进入了，大概剩两千人，很多也无去。包括咱台湾足侪原住民的话，哦，像讲迄祖祖，祖祖就已经无甲一千人啊，这就已经去用台语人啊，哇吼、哦。那么在这侪语言内底，啊，因为咱知影古早无电脑，就是会当用电脑来研究来去堆，堆到尾也发现着。汉语的源头，伊唔知影讲这是台语。伊讲汉语有一个迄个上头啊，就是咧商朝，啊商朝搁较早之前，迄应该是头一个族群会晓讲话啦。咱人唔是一出世就晓讲话，哦，若无妈妈，虽然讲母语母语，就是因为妈妈教咱咱才会讲。如果你若等咧野外，咱在印度有一个实例，一个囡仔细汉捡只野龙安怎捡去？啊，捡迄野龙饲大，饲到七八岁才叫看到。啊，所以行路敢像迄个野龙，啊，讲话就袂晓讲人话。哦，啊，经过几落年才渐渐变做迄个人形，无伊拢变头发白嘛。哦，所以就是讲，这个语言是老母足着，虽然好多母语。那么照这个联合国。哦，科教文组织 UNESCO， 英语叫做 UNESCO， 哦，这关文真长，以后我来介绍。来研究了讲，汉语是这个字是上古早的迄个字，但是这个汉字甲汉语是汉朝以后，啊，所以有人讲一个讲话是讲，孔子讲嘛讲汉语，我是不对。孔子死了250年，汉朝才出来。孔子乃讲汉语，绝对不是嘛。孔子讲啥物话？讲甲咱同款的话，我较加会印证。如果孔子写的册，若用北京话念，你毋知影意思，迄绝对毋是伊的话。我记者上简单哦。孙文哦，孙文你讲国父啦，哦，咱讲孙文啦，哦，孙文。哦，伊个冬瓜啦，迄是毋是国瓜吼？对啦，我问足侪迄个大学教授讲啥物意思？伊说戆字，伊讲啊，这就无意思啊。伊讲我说虚词啦，虚词。我讲啊，请问你《诗经》有读过？伊讲有啊。啊，这对《诗经》出来，伊说戆掉。啊，孙文。孙文伊嘛袂晓讲北京话，伊是要来遮学，伊讲啥物？啊，广东话啊，广东话啊，这个是江尼啦，这么多的字是为民前锋啦，江尼就是江尼这个意思，迄、那个《诗经》，《诗经》是孔子去建立出来，哦，啊，咱讲一句。这是咱读过哦，啊，你也捌读过哦。你甲大陆人讲，讲你咧讲啥物？啊，你在讲什么？我都听不懂，哪样字啊？啊，哦，啊，结果咱台湾足侪迄个所谓这汉文，那是安怎读？哦，伊讲哦，知之为知之啦，不知为不知，那是知啊，你讲会通？哦，比个猪啊，还讲无猪啊，讲我惨。人有做做猪，绝对不是。孔子伊咧讲的顺，咱在迄个《论语》，《论语》，《论语》是啥物事？孔子讲咧讲教学生的顺，迄本册是写是个学生的笔记去解啦，整理起来，简略起来的。在这是毋知，这毋知毋知，无记载，这才是知影。所以咱在即个来讲吼。推翻，你即阵讲什么？你国民党吼、哦、要回复这个
文化教养系列用单位来谈。哦，单位这个源头，咱对上古早来讲，别人讲，即阵已经来证明讲，迄、那个源头是商的语言。啊，孔子是啥物？这个后代，哦，商朝的起开始做，叫做商。所以这两个音同款，商商商，迄同款。商朝时用啥物？用枪咧犁田。哦，所以咱看迄24号路，哦，尧舜老爷个枪，啊枪无去啊。啊，咱知啊，枪旗，枪行啥物步？对嘛，啊，所以就是古早安怎？用枪来啥？犁田嘛。啊，手机上发明的人，商朝的人嘛。啊，商朝人是啊，用枪做枪棍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用，甲你棍一下，棍树枪，机马炮，甲你棍一下。哦，这是商朝的人开始安怎？发明迄个有底那的车，哦，来，咱来看，来，这车底那对不对？安尼，来，这车底那，哦，啊，这底那绑，啊，头前啊后边爱一个绑啊，无你空下桥，哦，啊，尾安怎变？车停起，好无？哦，啊来，啊尾就变安尼。啊，这啥物？车顶啊，有看吗啦？哎、欸，看这个卦，所以变成就变成棍啦。这就是咱的字啦，哦，不能咱的写。所以你，咱看到迄古早话，孔子出牛犊无？啊，孔子安怎坐咧内底无？哦，啊，伊犊鼻啊，指路出路，还一只马，还伊坐咧后壁，对只。哦，所以咧，咱机尾跑，机都加一个人无？有无？哎、欸，孔子。哎呀，先这一点啊，是按你来，啊人甲马，诶人骑马啊，对不对？这样子一再来证明，哦，所以咱有看到足侪迄字，诶、欸，原来这样子就是安尼，啊你看这字，咱讲目睭嘛，咱无讲眼嘛，啊就变做安尼，对不对？啊就变做安尼，啊耳啊，后来。比起来，哦，这个字就是为了比作安怎？汉字就是汉朝的时，把这个字重新来做整理。哦，啊，这是山嘛，哦，后壁变作安尼，甲汉朝的时变作安尼，周朝的时孔子讲安尼写，哦，啊，所以就是讲，这个物件就是讲，咱看到足侪遐讲，哎，汉字的前身。就是商朝的迄个古字，啊，来，咱来过来看一下，哦，咱讲鸟啊，哦，鸟啊，咱这边写是是安尼，哦，象形文、象形文，啊，其实上古早干呐一个，来，鸟，鸟啊。高赞说叫，哦，咱用英文啦，吼、哦，咱这边推英文，咱只要叫。啊，不然呢？这个本来是来代替这个，啊，不然这个字说，比如说专用 bird， 比如说叫，啊，这个该比如说叫。啊，但是呢，变音比如说鸟，什么是种鸟？鸟气。啊，来，咱来看。咱来做些安怎？我来画你一下就知道，这是气哦。来，哇！啊这，那啥，鸟气的这吹气来了，进来来。对啥？这就是尾流，啊，这就是啥？鸟啊，再就是鸟，鸟气啊。结果到后头来安怎写？写鸟鼠了。哇！我讲哇，这气真厉害，拢会飞天会当唱歌，无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应该是，因为这是动物，
所以古早这个什么，这个跟这个同款意思，但是后来呢，字还是变的顺，哎，恢复伊的原因。哦，所以就是讲，咱会当对下来看，哦，咱讲的这个汉字是汉调开始才改迄字位干哦，像比如我这个华字，华是本来好的意思啊。哦，啊对头发出来，本来是安尼写，哦，啊为安那来改起来，哦，才变做安尼，哦，理解吧？啊，这物件先啦，是咧周朝孔子讲的顺出来，啊，所以就是讲咱对家，哦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所以我干那记下一个，因为咱后边有搁较侪精彩，所以就是讲对家物件咯，哦，咱来知影一个上进步的文化。就是文字，文字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图形，可以当安怎？可以当发音。你若会当发音，就是一个 mark， 一个 symbol 尔。所以你看嘛，这个是全世界共同的。埃及的金字塔嘛有这个，但是埃及人为了写这个，你讲在讲 mountain， is means mountain 山嘛。但是问题啊，埃及人为了写这个，啊咱留落，你想？在孔子更加进一步，孔子讲的时开始有这个字已经变来遮，才变来遮。啊，所以就是讲，由遮会当去证明，啊，遮个语音，所以咱会讲这个商朝的话，来了，伫周朝，因为周朝是无分吼，周朝是西方的游牧民族攻入来这个中原，啊，中原的时阵，迄阵上主要一条河。一条叫河水，河水哦，河水就是黄河哦，黄河、黄河哦。啊，一条就是洛水，就是洛阳、洛阳。啊，所以合起来哦，这黄河啊，这样子，啊、所以这些就是洛阳、洛阳。周朝的首都，东汉的首都，西晋的首都，甚至个东朝。哦，东辽有两个都，一个叫做东都，哦，东都就是洛阳，啊，一个西都就是啊西京，就是啊西安嘛，哦，啊，所以后来个就长安、西京，哦，啊，所以咱就知道，这个系历史关系，你晋朝的时，五胡乱华、五胡乱华，啊，这人啊走路，河水甲洛水，这叫做河洛地区的人走路，走到倒去。到个现如时对话，迄个泉州，所以泉州有一个所在叫做晋江。那叫做晋江，好，咱来看伊这晋江关的迄历史的记载，伊讲晋朝贵族必然啦，哦，因为无人胡人晋官嘛，啊，所以沿江聚居，所以叫做晋江。哦，啊，所以有足侪咱大人，你来看泉州府，哦，明仔载后日足侪人去扫墓，哎，讲白，晋江府泉州人士，就是哦，晋江的人的后代，泉州府晋江人士，啊，晋江要通去泉州府，迄条桥叫做洛阳桥、洛阳桥，啊，就是因为晋朝的时阵，因的首都在洛阳。啊，为了纪念祖先，所以咱知这个泉州话，泉州话在台湾什么所在？台湾的迄个海口，哦，啊台北，啊一直南部的一部分，但是南部的泉州话，所以漳州话开始安怎传播去南州话，所以咱讲这个南部的台语，那么中部是比较靠无着，跟人去交叉。所以中部的单位就是保留原在迄个漳州话。那么台北市呢？那咧台北市地区就是树林、内湖，或者开漳县哦。哦，开漳县哦，开漳县哦，就是咧纪念迄个陈静甲陈南的功。哦，所以咱咧啊，即几工啊，这庙拢真香火真旺，安怎制作？哦，咱在国地上咧通毛嘛吼，来制作，就是这个是漳州的开始做，
漳州开始做是啥物时？是东条元年的时候，哦，差不多在500，哦，就是讲差不多1500几年前，那东条派安静甲东南宫白阿囝来甲这个漳州开拓，所以漳州的是东条的，意思呢？话，那么泉州话呢是晋调的话，所以咱若泉州话甲这个漳州话啦，有小可有大部分共款，但是迄腔有小可无共款。啊，南南咧台湾就是因为怎，啊有漳州、泉州人啊，叫做漳泉南啦，漳甲泉，所以讲叫做也漳也泉啦。啊有漳州啊，安怎泉州？啊头一个南咧倒位人，就是咱对岸厦门啦。因为厦门咧1840年了，哦，我着清朝太史，哦，啊变成太史啊，所以爱甲这样的，迄港口，比如啊，同乡的这个豪华，就是互英国人会当在遐做生意，啊，这香港的设立时，有足侪漳州人啊、泉州人去遐做，去做码头工人，哦，啊做这运搬的这工作，哦，有这就业的机会，所以。厦门话就是漳州甲泉州头一遍去南蛮做一回，啊，尾仔才甲大家带来。我来个台湾就厉害，变成三派就各无做一回。所以咱即阵的台湾话是啥物？就是漳州、泉州啊，甲厦门话南蛮做一回。所以咱袂使讲闽南话，咱毋是咧福建南部，咱已经咧台湾了，因为咱已经甲原乡。有很大的区别。啊，另外就是我要甲各位来分享的是讲，咱台湾有足多迄个外来外来语。哦，我迄本册内底，哦，这本就是中华这本册内底，就是内底有我有经常要将近要300个，就是咱对这本来走啦。日本人统治咱50年，但是这50年都拄世界进入迄个工业时代，所以足多迄个科学上的遐名词安怎？日语变成外来语，啊，外来语搁搬来咱台语，完了再tomato 是英文嘛，对不对？我说比较大嘞，啊，咱再南美国南南部，我甚至了知啊，啊，讲话迄是南部，啊，是安怎？尾啊，解药，哎，啊，食了刚刚，吼，你讲的，吼，咱想看卖，其实tomato 上先啥物件？皮啊，所以啊，柿子皮啊。所以咱这潮州话好多啥物，番气啊，番嘛。啊，因为这气吼，通去北京咯，因为这个广东话这两个音真接近，拢是假假，啊，所以共用着。哎，你那先叫叫啥物声？紫色的啊，啊，头发都甲气啊拢啥？红色的啊，形容是上万块，所以叫做番气。啊嘛，讲西来气，西往来。啊！因为呐，拄来台湾时呐，水土不合，所以头前精神臭臭，所以咱叫做呐臭屁啊！啊，啊，尾啊，日本人来改了，迄人无是，哎，刚刚现在都干巴皮，哦，现在想干巴皮，哦，干，啊，个干巴皮，哦，啊，有人写这个干巴卖晒啦，因为小可生意的干巴型啦，哦，这拢会晒。哦，所以这就是咱大连多原本哦，干巴皮，哦，哇，啊，咱的迄个卡达车，卡达是要其他个一变相，所以咱变做组装车，哦，家己会当迄个头会当转，一变相，组装车，日本时代拢一变相，这是日本人来的，哦，啊，咱这个红色叫做 apron， 这是日本的外来语，哦，啊，咱知影。亚西，亚西啥？三步，这是德语，这对德语来，对不对？这对德语来。啊，所以为什么人唔知亚西，我亚西，都是个德语来。所以它是一个多元化。所以已经，你比如讲台语啥？台语是通通都有，人拢有，哦，十菜味啦。这是咱多元的文化。所以就是讲，你，咱若讲同我道理，你厦门伊咱听，对不对？你讲组装车，什么叫组装车？哦，卡达车是因为不要对，不改讲脚踏车，无什么时间讲组装车，不就是电车？
哦，体育是中部体育，哦，体育类对，哦，体育哦，所以讲一个物件，啊，大家大家讲啊，出名叫做孔明车，哦，孔明安尼发明的，孔明车，后尾变做孔武车，啊，孔武车变做孔武，啊，啊，孔武是啥？海带啦，哦，孔武，啊，努力啥？积财，哦，努力，啊，所以讲，这个金币咱生活一部分，啊，米数，啊，米数，大家来讲。豆浆嘛，米索，迄是日本话嘛啦。咱家己台语煞袂记，迄是黄豆去做浆，或者豆浆汤嘛，米索汤哦。日本话说米索西路，哎，豆浆汤嘛，哎，哦，米索西路，西路日本话写做浆，哦，豆浆汤嘛，哦，哦，所以咱就知，哦，按豆去浆，或者阿个阿个是好起来意思，日本话写做油嘛。哦，阿个，哦，啊，这是啥啦？这是咱多元化，哦，台语的多元化，因为一句足侪语数入来咱日常的生活，加物件加钱，哦，啊，所以就是讲，这是咱爱去了解，就是讲面对这现实，所以因为咱有这侪物件，哎，后来我讲就笑的，啊，还囡仔老师阿妈讲少文。那什么叫少？用少文回照，那为什么叫少文？对不对？我台湾我少文就少文啊！哦，原来就是安怎？这个是对于葡萄牙人来传来，哦，葡萄牙啊啊，法语少文，啊，咱个少文叫做少文，哦，来对下来，因为葡萄牙跟这个荷兰一直用啊，拉丁哦，拉丁文。啊，顶个就是沙漠，啊，所以咱就沙。我讲一个真地笑话，二十年前，咱台湾开始会当去观光啊，啊，头一遍就去法国，哦，台商，嘿，这国民党啦，反正甲咱收起来阁袂使，所以讲，餐餐若要去，去较远个，哦，所以一个阿公阿妈少个，来来来，头一遍去法国巴黎，哇，啊，结果咱只阿公阿妈习惯了嘛，拢是沙文啦。对不对？什么西华经我唔捌用过，诶，啊个导游讲，诶，导游啊，啊你无去吐一个，咱只饭店诶，拢足细粒个，一声都无啊嘛。洗身躯哪有够？迄是互你洗手个。我啊，导游拢无多，去柜台，柜台无啊，你啊要对面迄，哦，迄店诶报入去，我死啊，啊去个讲未通，煞，我讲听无，啊只阿婆讲奇怪，买一三文买啊久，迄咪变过来。哎，入去店就讲少文啊，啊，迄个导讲啊，啊无啊，你讲个人听有，啊不管啦少文，哎，结果迄店讲少文，哦少文，哦其实，哎呦啊无你遐厉害，啊所以迄个店员讲不是，啊伊讲变设计啊，不是变设计，伊讲遐差不多，伊讲哇啊无你遐厉害，啊第二张去到西班牙，是啊看遐博物馆，哦咱只西班牙博物馆足大。要尿尿，要胖尿，我太惨了。啊，都讲 ，WC 人听无，什么 toilet， 什么 bathroom， 拢听无。啊，变安怎？嘿，阿婆，啊，要胖尿了哦。啊，边啊一个迄、那个西班牙小姐，朋友，哦，朋友变少。哦，西班牙人咧变少，都朋友胖尿痛啊。哎，台语真好用咧。啊，刷了白出来，看到人家健哥，人家健哥是讲啥？卡斯蒂啦，卡斯蒂啦，听就听无，你讲卡斯蒂啦，卡斯蒂啦，你听无？啊，所以接触这，因为咱变作一个国际化机。哎，我来讲哦，咱知哦，咱细汉时阵啦，爸爸叫做白，哎，人去到法国白通呢，阿妈妈系咩呢？哦，咩爸白啊？哦，法语的白就是白，阿妈的面人面，哦，台语嘛会通的。人阿婆讲蛮好用的，我等人听，等我去法国吼，台语嘛会通。讲到你阿婆，我念互你听，啊，结果伊一个查某孙啊，学法语，讲对，嘿，阿妈你真是遐厉害，伊讲同款啊，讲我无采你咧读，啊，你敢唔敢当的？恁白就是白嘛，啊，恁妈妈定甲你骂嘛。咱那边学是真紧，哎，啊，另外一个孙阿公读德语，
啊，比个油包啊，包啥？包包钢起厝啊，啊，这个起厝做包啊，包钢啊，我这个起厝意思叫包啊，台语就是这个包嘛，包迄个包嘛，不包起来还有钱通赚哦。嘿，包钢就是赚钱，无咧退大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你看，咱这个意思，你国语冒，干那无个包就是包钢意思，下加一个背嘛。我给你包。哎，我给你包起来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那包有较歹听，莫讲包起。哦，哦，所以这就是讲咱多元性这个文化结构内底，树立咱这个台湾，已经不是迄个所谓的迄个闽南话，因为离开观众真济啊。咱讲其他边大家听无呢？咱讲阮食生鸡呢，串生呢，我串边那写，啊，这种乌白乱写，写错这个错啊，啊，真实的。来，咱来看串边的串哪错？用手哦，在座咱人细串嘛，啊，就是用你的串嘛，用手来串嘛。啊，串枪不？咱迄个古早无，迄、那个串枪的枪帮内底安怎？足侪空的无？好无？啊，菜头串枪嘛，还有石头做的哦，我知道，番薯串、菜头串、石头做，千万唔过写这字哈。我讲你食饭用刀来串。我要讲，我这是错茶嘛？哦，我吃饭那人还是迄个错，哦，假的，所以错边，啊，这样边错都有红衣天龙龙。哎，啊，因为我几年前啊，咧教会吼，我本身是基督徒，啊，一挂迄个韩国人哦，啊，咧时代啊，读中文，啊，因韩国人真信基督教真济，啊，来教会就是讲。有点奇怪，哦，伊用北京话甲遐无输讲，讲，诶、欸，很多我都听不懂呢。那个去菜市场买菜吼、哦，可是跟韩国话很接近。那无输讲哪呢？伊讲对啊，人家讲人吼跟我们韩语很接近。你们是不是可以找个人来教我们一些台语？哦啊，但是那个老师吼、哦、要会一点韩语哦。对，我爱无输讲啊，对对，来来来，诶、欸，我来明仔拜访来之后。啊，听讲你会向阿新尼讲，阿新尼讲你好吗？我讲好啊，阿新尼讲，哦，啊，所以我就去啊。啊，去的时候就是讲，我教因台语，我就教因讲韩国话甲台语同款的遐音。哦，我讲你讲保税，我讲这当然，保税就是这个小儿满一周岁嘛。但是你不用想，我两想。哦，我相信大概你也捌看过吼。啊，保税上控制讲唔讲？哦，孔子生一个囝叫李耶李，哦，无李耶，哦李，哦，啊因囝杜济，杜就是经过，这就是这字，这什么意思？古代人是用地球做中心，用太阳是地球，其实是咱是太阳的对嘛？啊，古代人伊遐无迄个念，所以呢，日头是一年这结束。迄个字，所以这字就是一回可能过回，韩国人讲嘛，哦，韩国人讲嘛，所以韩语内底、韩文内底，你迄个汉音吼、哦，大概有七成左右，这样单位，哦，咱知韩国上大迄个电梯的钢厂，叫做宝航，你用台语念赶快，宝航，但是，哎，有可能就是俄罗斯扛起来。啊，对，你讲唔对，哦，啊，所以咱要插一段，是按照韩国话，迄、那个头，迄头安尼讲法，韩国人本来啊，迄、那个客家，啊，琼英讲一个源头，所以咱就要进入这个客家的迄个起源，客家的源头在哪里？伊想的这阿尔泰语。叫做阿尔泰，阿尔泰，来我写，来哪样用写？阿尔泰就是金的意思，金，所以韩国人就是姓金，姓金的。啊，咱知，在咱这个历史内底出现两个朝代，就是宋朝的时阵，叫北宋和什么金苏北。啊，尾啊，就是边朝佫出现一个金，叫做后金。有金，就是不要改做清朝，因为因是金的后代，
所以叫做后金，后来的金。啊，这金就是安怎？迄韩国话甲客话，迄基本上伊拢属于这阿尔泰语系。啊，是安怎？咱客家的通用，通用，那会讲啥物？啊，通用，是安怎？因为韩国话、温州话、啊客话拢属于这个语系内底。啊，现在讲韩语，乃是韩语，韩语啥物？是阮条村，伊将全国分作四等啦，头一等就是蒙古啦，第二等呢就是小国。我细汉时问老师，哎、欸，老师什么叫色目人？啊，记就对了，我也不知道。反正就是这样，原来英语就是安怎 ，colorful eye，colorful， 但是啊，伊咧色啊，底后迄个青，啊，迄个咖啡色啊，后迄个绿色，就是各种无同款色水目睭的人，各种不同颜色眼睛的目就是帮忙目睭嘛。哦，这个是很多是迄个维吾尔，哥萨克。哦，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新疆，哦，啊，甲迄个蒙古，哇，遐人迄目睭拢甲无共款，哦，科萨克，迄、那个，诶，科萨克，哦，会遮啦，哦，啊，第三点就是韩语，韩语就是啥物？就是金，因为阮条蒙古先灭北宋的进程，哦。就是讲，咱知影，伊迄阵原是白啥？白丹松。你白丹松之前是白啥？白金。因为呾金白北宋，所以迄阵呢，迄地方就是讲，差不多长江以北就是金的势力，啊，下骹是丹松。啊，所以，你想讲，伫1234年的时阵，哦，这个所在建国拢叫扁吞，扁吞了后时阵就是讲，伊在分。哦，因为金已经汉化，啊，金有一个皇帝，哦，就是伊对这个，伊就是以身作则，以身作则，娶汉人做太太。伊在官僚已经有大母啊，但是为了伊要安怎，就是融合，所以变做安怎，金甲汉合作伙，啊，结果安怎？因为咱个金伊无文字。所以讲讲爱偶像汉语，所以这就是咱迄个客家话的源头，迄、那个源头。所以咱知，所以咱一般就是讲，咱这汉语，现在像汉语，就是因为北方的金的后代，就已经北方的汉语。啊，咱好多男人就是南方的人，南宋的。所以咱第四点，哦，咱台南的祖先是第四点，南宋的。哦，所以好多男人啊，所以现在就在迄个客家，我说爱用汉语，即汉语是即个金的后代，所以咱知客话是咧北宋以后才形成。啊，北宋就是，就是因为咱知迄个部分已经渐渐互金的势力，黄河岳飞想要反攻，但是安怎无成功，全退了。所以迄阵咱知，黄河以北已经是金的势力，啊，甲这个南宋的孙，差不多长江以北的大部分，哦，拢变做啊，前段客家会走来甲这个福建、甲广东，就是因为后来个蒙古人灭金，啊，你安怎走？所以十一日走，所以走到现住是福建。哦，咱知，迄、那个客话。在这个福建的南边，吼、哦，叫做汀州了，吼、哦，汀州，哦，啊，广东的这个惠州，哦，梅关，哦，啊，海丰，这是两部分呀，哦，所以这就是讲，现在这个客家话的字内底有汉语的声音，所以你看，有一部分声音代替，哦，嗯，唔知，唔知，嗯。是咱台语的口音，啊 ，D 呢是台语的啥本土音，所以合作会好。这个蒙古人入来了，但是阮条八十年了，影响无大，好，甲清朝这个大代志大条啊。
千条拢总260遍，千条入来以后，就是甲伊原本的这个满洲的阿勒泰语的入来，啊入来了时阵啊，咱的北教的北京话就开始形成啊。啊，所以咱知影咧，康熙的时，英国头一个大赛，马甲尔的时阵，发现讲，奇怪，民间讲的话，甲遐做大官的人无共款。满洲的大人，所以现在英文的北京话就是满大人，满大人呐，满大人呐，哦，满大人，满大人呐。所以北京话就是满洲，啊，因为贵重嘛，哦，统一下去，一般听讲河洛话，啊，但是200几年了，差不多到。这个道光年间的时候，照这个传教士的时候，差不多已经吼，就是讲满族统治整个所谓讲的中国，除了咱这闽南地区甲广东以外，哦，这两省人较强啦。继续讲河洛话，继续讲广东话，继续讲啊，哦，客家话以外，差不多已经变了咯，拢变做咱这里讲。那好多胡话胡人的汉语啦、啊，哦，胡话的汉语。咱现在按照那建的，因为韩国话加日本话拢受着古代汉语影响，所以咱家无知、吃、食这种无这个音，就是没有卷舌音啦、啊，哦，拢无跟随之音来当建。所以咱台南开始咧学北京话比较吃亏，所以日本人伊学迄个北京话，速度滑步，伊无迄个字，哦，所以讲啊，这是日本式的北京话，哦，韩国人也是同款，因为无这个音，哦，啊，这个北京话上就是讲，我咧教的时候发现足侪囡仔咯，滑步发侪用伊这无啊个的这个多声，伊拢无去。你就变成啥？变成 M， 所以 B 它都美，不 M， 它这样子，骨一变啊，骨薄些，变成 N 的音，变成 M， 以 G 的音变成 N 的音，啊，会变成我些，成挂，变成我 G 的音，那是挂哦，也就薄些。所以咧，我咧教时发现着 B 甲 G 的音，像依然，伊拢叫做依然。因为无迄个高音，真密拢真密哦，密爱这样就较客气两块，客气叫做密的音密哦，这就是讲音诶，迄、那个音慢传袂过来。啊，另外就是讲咱的古代汉语上大的特色，就是迄个入声，啥物事入声，就是咱的背音 ，k、p、t， 啊，来记者啊啊会啊。来，上过来，压压坐压，来压长的压，哦，压长的压，这尾音伊拢全部发袂出来，哦，压杂，杂，侬讲嘛杂，这样，讲你嘴唇合起来，含，来我教你含。啊，含，哎，那个含，哎，变成含音，一些含，吹牛，来含，含，含嘛，嘴要合起来嘛，合，啊，你别听话，合，不对哦，嘴巴你打开哦，合，对哦，含，啊，合跟含无讲啊，这是含，这是合，这是合，这是含，但是拢是收音机。叫做偏的收音，离收音化解偏音，包含的含，但是日本话同款哦，日本话这个音，所以咱啊金，韩国话跟咱同款，叫做平的音啊 ，K I M， 啊日本人不是叫做 Kim， 所以日本人爱那啥 Kim， 日本人金的注音叫平安，哦，啊咱安尼在金，哦，韩国话较低了 Kim， 哦。所以合，我跟你讲，嘴巴合起来，合，然后你听下，
行，合起来讲偏行，所以这就是讲开始咧教学生这两个音呢，足侪囡仔话当然不教伊无这个音，所以囡仔记讲合，嘴巴合起来合啊合行，因为行嘛是包含，所以这是咱的特色哦。那么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剩下五分，剩无到五分钟吼。我用简单一节来记咧，就是讲咱这個东西吼，来讲其他东西，有的时候用北京话念袂好，袂拗吼。那么这個就是讲，因为我要来引证就是讲，漳州话是东调的人传来话，所以足侪东西你若用漳州话去念，会当得到一个拗吼。但是啊，这个风仪啊，东西三八九的第一首哦哦，王维那第一首哦，这个蛤蟆饮滚酒哦，饮滚酒，饮滚酒哦，蛤蟆哦，蛤蟆饮滚酒哦，啊对啊，文君哦，何所居？啊对啊，伊讲啦，滚言啊对啊。得志啊！威武什么？威武，威武南山水，南山水，南山水。哦，但去不求，但去哦，但去不求。想来一句，别恨不尽时。好，来，咱进行用北京话来，枝哦，锤，石，拢无阿文对不对？啊，你枝这拢无阿文，来，咱台语，枝，枝，对不？水，安个石，你看是咪拢伊个文？所以古早讲得枝个文啦，甲枝个文，对不？咱抓用一枝，蛤蟆饮滚酒。本君何所知？本人不得志，归我南山水。但求但去莫休，这下都休吼，应该读休文，别文不尽时。所以你看，这来用北京话来读的时候，这拢没有押韵。啊，咱第一，这就是二四六上尾啊一字。所谓拗，就是讲这个五数。哦，五数就是讲，你若绝过神，一、二、四，啊，这个故事体就是一、二、哦，一、二、四、六，爱押韵，而且因为六句的关系，啊，所以这首就是代表性，啊，所以就是讲，咱会当对遮来看出，就是讲，因为这证明嘛，吼、哦，当然真侪首啦，吼、哦，时间的关系，我所以。以这首做一个结束，我再念一遍哦。蛤蟆饮滚酒，问君何所知？本人不得志，归我南山水。但去不休问，别问不尽时。哎，上尾啊，我来吟一首，这个李白作哦，《雕塑别地彩云间》哦，来，《雕塑别地彩云间》。千里江流一日还，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多谢，多谢各位。各位呢？各位有啥问题哈？啊，有啥物爱分享的吼？啊，请安尼甲指教吼，有啥物发问的？来，不是，我话你做一个迄个教学乡长。嗯。以前我都知影，咱这台语，我是河洛话。嗯嗯。伫中国东辽的时阵，哎，伫中国唐朝的时阵，习惯我。有，我有。伊目睭甲咱教北京话，做安怎？用北京话。
咱有过清朝以后才出现的。对对，西龙将军，我的祖先，我的祖祖辈啊，都是遐西龙，我咧来台湾的。哦，所以无落位才讲。过来，啊，过来就是讲北京话啊。我咧祖先过来台湾，就是讲无落位。哦，所以看老师在认真点。啊，我台语老师教一教。咱的无落位就是东调的国语，东调的官语就是讲安尼。啊，是八音的。官话其实不是八音，咱的十五音。我这本书写啊，就听做这两十五音。譬如把迄个，不是，因拢无根据来变调。咱台语学个就是啥物？哦，迄个变调。李，无人讲李登辉嘛，李登辉，李也变，登也变。哦，你讲的是变调。对不对啦？这个是做变调，这个全世界敢若台语有这种变调。读伊无字，但这变调个个安怎有规则，啊无规则。哦，我记一下咧。哦，咱拄仔讲迄个加音，对不对？这读做呢高音，加呢，这拢是啥？平声，对这条。哦，其实北京话也有啦，全部偌济。嗯嗯，也是啊，放晒嗯嗯啊，迄嘛是。不是啦，咱讲这个，咱有做边啊，所以北京话变做边儿。伊这儿嘛，无用。你若讲有做边儿，就是受到这个。音频声的影响，音啊，所以咱来看这个字体吼，我引用一句吼，咱台语讲一个啊，上古早安尼写呀，阿伯安怎？阿伯阿弟啦，阿伯安怎？这跟儿跟子都无关的，像这个啊的转音，啊变成儿，啊儿变成艺术方变成子，变成子，哦，所以是一个啊，不给它变成一下子，它就变成一下子，它一会儿，俺老王讲一下子，就是上海话啦，一下子，哦，所以是一个啊，它都一会儿，啊，所以那个国阿姨。不是歌仔戏，请你不要乱载一通哦。是也有歌也有戏，所以应该是歌也戏，歌也戏嘛。对不对？你讲歌也是不是？伊咧唱的时阵，我咧做，啊做的时阵我咧唱，对不对？三遍啊，连台过三遍连台，后歌后戏，那载那乱载一通嘛。我讲的是直嘛，但也有载。跟当我都左移了，哦，所以咱这一点，哦，来，我就介绍一支上海戏来对话嘛，哦，这大概廖老桥后面那条哈，来，咱对话自己相关一下，哦，来，这分享哈，鼓励的，用鼓励的。啊，咱先看这字，无 T T 啊，迄无意思。啊，后边就是天意，握，握着，哎，天，靠着椅子，靠着天意，哦，天意，这就是你看的空灵之殿，你找这个步，上尾啊，必会上座，哦，啊，这也是讲必会用，这是干妈调的干。啊，最近五百几那些。感冒，我是的，冬天啊无爱关门啊，除了冬天以外，因为感冒冬天才有嘛，是不是？啊，你春天、秋天、夏天无爱关门，唔是啦，感冒调啦，唔是感冒调，原来是安尼写，原来做好在吼。等等，感冒调意思是啥？啊，就是好在7-Eleven嘛，啊，就一趟一个拿来得放物件嘛，啊，你家己称嘛，虽然有做青菜，好无？你提拿啊！你啊，咱来清金，或者清菜啊！连前因那个空阿公，什么是清菜哦？哇！哎，买物件啊，来甲你清洗哦！你这店你要去买无？啊！财是安怎台的意思呢？所以咱讲制裁嘛，这不过甲你抬较低嘛，抬人是自己抬嘛，对不对？抬人是自己抬，清菜是清，清是拆除。啊，因为自己不要去照去变做枯去，所以不要做自己。那自己什么意思？江西县，
东势县这条河干唔干？哦，迄咱迄阿公兄啦，清平公吼，清平就是遐做干唔袂状元。左边叫做江水，正面叫做贡水，啊两个夹起来就头都夹。啊，这两个所在就是咱正上枯叶稀土有无？哦，这嘿嘿，80%。艾迪森迄个巫师无？在上边，他铁哦，他个迄个尤拉尼，哎，伊嘛放下台药台底嘛有咧，哦，啊个布，大拢唔讲咧，只拢有，啊，这就是咱乃至连电碰干的关山地，哦，所以咱知啊，这个所在不善通，所以这个老毛啊，毛泽东啊，开始就是咧降职，所以说赣南专区的对象啦，哦，对不对？毛泽东无头个派去哦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啊，迄、那个草头老蒋派咱个啊，国兄遐对付啊，所以咱个干妈点干就是支持。啊，到明朝时，咱啥草头红五军都捌无贵人啊，较简单个好哦。啊，你伫只哪？遐、欸、个草头真牛哦，啊，顶下哪做个嘛？哦，哎，所以干妈点。干妈店，哎，炒他就改做干妈店，哎，所以以后我教伊人干妈店。啊，你也可以较搞，下者更较搞，吼、哦。啊，有人讲啊，老师啊，遮侪钱，我嘛不叫你死啊，然后饲者就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引用日本三年前阮无省的法条，日本要增加3000汉字，啊，3000汉字的时阵就是讲，日本人讲啊字数侪，日本无省但是讲。啊！我叫你写，电脑点都有啊，所以这3000个汉字都无迄个简体字出来，哦，简体字出来。啊，韩国渐渐慢慢恢复，所以韩国每年有汉字点点，汉字是咱的，不是中国人的。唔好听到汉字就惊哦，是的，这是咱的祖先留落，所以咱很清楚，那个不是国语，那个不是北京话，那是咱7000年前咱祖先做起的。啊，当然要做点生产，是吧？唔忙。咱以后机会来共同来讨论、来分享，多谢各位，多谢。多谢王老师，咱这精彩演讲，谢谢。田林迅，杨磊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